欢迎回来 ，What's up, me gamers？ 今天我们会来一个新的游戏呢，叫做 Robo Number Five 啊。然后这个游戏我不是很懂啦，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完全版啊，那个完全版要钱的，你看啊，你看要有40个 level， 然后碰什么一大堆。然后现在我们来试玩一下，看好不好玩。然后本来我下载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是给玩我的，可是我不懂怎么会这样啦。然后我们先玩那个玩 play 先啦，试玩一下。When you look long into and visibly look into you, 你假赛啦，你假赛。Ready? Who am I? 你不要垃圾哦。First seven levels are doing a little bit. Okay. Yo, 那个画面很美耶。怎么样？哦，一个是吗？这样按下罢了啊，玩什么？玩完了啦。你。可以回去玩 diary 嘛，不要玩 play 可以吗？我不要玩 play。边这边，哎，不要这样卡。哦，懂了。我有谁？没有谁？快点，什么事情跑不了？哟，你很婆妈嘞喂！喂，好打嘞！你过完了哦，爽了没有？哦，这个拉着，这个拉着，唉，这个按上来拉这个东西出来，拉那个抽屉，同学把你抽屉拉出来。真的是啊，麻烦了。这边拉，哎，这乖呀、啊，哎，你不要给我 fail 啊，我跟你讲啊。站上来，再拉，哎 ，OK good， 搞定。这游戏啊，很费财很白气的哦，我跟你讲。Sunglass。啊，然后嘞 ，OK， 来，西北容易一关了嘞，不用个担心。喂，可以两个一起的，妈，这么很大力哦，你拉啦，你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样。哦，三个一起推都可以的是吗？咦，OK 的，OK，
然后嘞，Spider-Man 啊 ，Spider-Man， 上去，你要懂，你要拯救 Spider-Man。不要，不要给我上哦！哇，屁小人啊你！哪里？怎么样？等一下。哎，我懂了。啊！咦，我又不懂了。咦，你Spider-Man， 喂。怎么样玩的这个老傻逼游戏？哎，唉，怎么破关了？站这边，哎，卡关啊，鸟哎！不会玩呢，叫我嘞，跳上来，这边吗？对的，然后你进去了，然后怎么样？哦，行，麻烦了，我那里动会这样。这个容易，这个容易。这个容易。拉出来。上来。上来。哦。嘿 ,Spider-Man 就是这样啦 ,Spider-Man。哇超时。Fail。哎，好吧，我玩个，哎呦，很够一场哎。OK， 明日先轻松时刻，轻松时刻来个 kick cut。拉，看没有歌了，跑了 Spider-Man 没有脑的。对啊，这边，怎么拉的啊？不可以拉哦，可以的。啊，时间有时间哟。哎 ，Oh my god！ 现在连我有时间我都不能要怎么玩。咦，拉出来还是跌下去吗？拉这个嘞，哎，哇，原来智商这样高的，啊，又有 music。拿着出来啊，爬过来！哦，原来我智商这样高了，我不懂了，这么不懂，我智商这样高。
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拉吧，啊，拉上来，上去，呼，智商高了一个 Spiderman， 什么意思哦你？